姐。哎，大姐虽然年纪不小，哦，可是身材保持得非常好。哇，歌声超级的棒。哇，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杨燕小姐。苹果化歌后。哇哦，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，寻也无路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Oh, no.
美完美大都色来我哈里我来大都色云我小丹的这边要被救出来。丹呢？一直讲我跟我阿娜达，手牵手来到了岐山，看到满山遍野的金蕉，我突然间想到讲我有一个老大就爱吃金蕉的，所以我开嘴就唱完了。跟甲金蕉买乎你，伊问我一摆买买我啥子？是买买，乎啥物人食金蕉？我讲，我要买好棒吃啊吃。好了，金蕉嘞！我们给杨艳小姐热情的掌声鼓励。太好听了，好好听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